可以来到这一边跟大家就是创业，感谢 Panasonic 让我们参与这一次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，非常好的活动。那同时呢，也是一个 Colour Connections 的东西。今天大家是什么颜色的心情？黄色，为什么？哦，因为我穿黄色，所以黄色吗 ？OK， 还不错，黄色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活力、非常有冲劲力的颜色。那接下来呢，要献给大家这一首。 比较抒情的一首，蛮环保的一首歌，就叫《有机》，OK， 会唱啊，好，我们一起唱，然后。